啊，我们的大菜来了，重点惠灵顿牛排，去结个账啊，看看我们在这个餐厅我们消费了多少钱，猜多少钱？我们现在要去那家莫斯科餐厅啊，不是莫斯科，墨西哥，对，墨西哥餐厅啊，干什么去？吃饭，给人家过生日去啊，对，嗯，给人家安排了一顿特别的饭啊。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找着，我也第一次去那家饭店，我在网上看图片啊，感觉还挺有情调的一家饭店，所以说我就选了那家，不知道去了之后真实的感受是一个什么样啊，去看一下去吧。谢谢，我来给你开门。哦，你好，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孩子，嗯，咱坐那儿吧，好不好？哇，看着还不错啊，比较有情调啊。哎呀，哎呀，雷啊，哎，哎呀，人家菜怎么样？人家想吃披萨了，雷奥想吃披萨了。我能看出来，雷奥有点想俄罗斯了。我能上不去了。你上不去了？又没有帮帮你？嗯、人家选了两个餐，两个套餐，不知道选哪个，特别犹豫。Потому что что Жене всегда трудно выбрать。А, какой выбрать, какой выбрать? Ладно, сейчас выберу и покажу, что я выбрала. Два шана 21, а у нас сейчас минуло. Чего? Не надо. Ва! А, чё-то лайла?嗯，尝尝怎么样？这家餐厅味道怎么样？我感觉还可以。嗯，好吃吗？嗯。как на картинке, не обманули. Mm. 我尝尝taco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点点，你的汤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很正宗啊。嗯。哇。Да, я точно скучала по такой еде обычной。32吧，哎，三十二岁了，三十多，生日快乐，三十多，生日快乐。我希望你永远健康，永远快乐。岁数不重要，嗯，真的，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嗯，开心健康，开心健康，永远是那个特别开心的热鸟。特别感谢你老公。又来菜了啊。肉牛排，嗯嗯，好吃。为什么要吃料？料只知道吃面条。嗯，啥都不吃，只吃面条，可咋整？你说？还要吃薯条啊？还吃薯条啊？行，你吃个肉吧，吃块肉呗，让妈妈喂块肉吃，行不行？我要做爱的。对，发酷呀！你也过去吧。这是给雷奥点的披萨。
他俩这吃馅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嗯，是的。小奶酪了是吧？啊，我们的大菜来了，重点惠灵顿牛排，热点没吃过，尝尝惠灵顿牛排啊，这个相当好吃了，嗯，对啊，相当贵这个。第一次吃惠灵顿牛排啊！啊？我也没吃过。因为这个很贵。嗯，一般情况下你要不过生日，不舍得点这个。对，吃一次可以尝尝。爸爸的。爸。爸爸的。嗯哼，妈妈肯定吧，啊，肯定在这妈妈桌子上。怎么样，吃没吃出来贵的感觉？嗯，有金钱的味道。我今天爸妈妈给我煮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吃哪个片片？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哎，哇，它这个外面的皮已经烤酥了。嗯。哇，酥的这个是。对。来。我要吃肉肉。肉肉。尝尝。你喜欢吃肉肉？嗯。料也喜欢吃。嗯。好吃。给料尝尝。料，贵，尝尝这个贵的。肉肉。肉肉。好吃吗？嗯，雷浩这个嘴啊，只吃贵的。这个是雷浩的最爱。雷浩，你记不记得晚上有蛋糕？咱俩早上起来去给妈妈选的蛋糕。奥特曼的不是奥特曼，不是。雷奥是奥特曼当时。没有，雷奥一开始想给你要那个奥特曼，嗯，让我给阻止了。哦，我说妈妈不，妈妈都32岁了，不能买奥特曼。妈妈30多岁。雷奥非常想买那个奥特曼那个蛋糕。我不要。然后我给阻止了。我得到六部电视，大家不喜欢，是都过去。哎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嗯，怎么样吃的？好吃，非常好。爸爸买了。我去结个账啊，看看我们在这个餐厅我们消费了多少钱。不贵，不贵。看看账。爸爸，我给你。我感觉也不贵。потому что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сегодня, поэтому нормально. Цай, 多少钱？400。差不多。啊？488。啊，不贵。还好，还好，比我想象中的要便宜一些。Так смотри сколько. 嗯。Полный стол, то нормально. Я просто все сравниваю с Россией, поэтому для России вообще недорого. 这顿餐如果在俄罗斯的话，600-700。得800块钱。800。得八百。对。还是中国好是吧？中国好。味道是和俄罗斯一样的，然后但是吃的比俄罗斯要好很多。对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我跟雷奥给任家选的蛋糕啊，看看任家喜不喜欢。
生日蛋糕，人家把这个带上了。你是看着我呢。嗯，还有王冠是吗？哇！来，我们看看这个蛋糕，人家会不会喜欢啊？так. 我跟雷奥挑的。Ну я думаю, молодцы, выбрали хорошо. Я тебе говорю. О, Женя!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Женя. Офигеть, а как они написали по-русски? А? Женя. А как они по-русски написали? 我教的。Круто. 怎么样？Круто. 满意吗？подожди, подожди, подожди, надо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, подожди. Мама, я пайджар, а? Такая красота, ты чего? Мама, лё, да? Я плачу.我们插蜡烛，插几根？32，30多，没有32。那插三根吧。5。为什么插5？3、5、2、5。啊，32，那不还大家一下就知道你多大岁数？哎，我是 все и так знают。OK。загадай желание. Подожди, подожди, не трогай.Last, two, three, 对，生日快乐！妈妈永远18。我再哭一下。Лео не может ждать。来吧。Лео, Лео, ты просто ешь蛋糕, ты просто ешь. Ты тоже. 祝你最重要的就是永远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谢谢。对，一天比一天快乐，一天比一天幸福。嗯。不求我们多有钱，但是奢求我们每天都在一起。啊。嗯。妈妈，谢谢老公。